Hello，大家好，是芒果。今天是我在家的第二天，我是昨天晚上到的家，就在家睡了一整天，一直睡到下午3点多。起床以后就吃了虾，然后现在刚回来，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吧。今天为什么要录个视频呢？这么晚了，因为我的行李还没有开始收。这边不是，这边是我妈堆的一些东西，这一箱是我的行李，旁边是我的包。都还没有收，然后这边是我的带回来的一些化妆品什么的，我都拿出来了，但是也还没开始收。然后底下也是我妈之前塞的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反正起的也比较晚嘛，所以我现在也不是很困，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收东西的。好，我现在箱子里的东西都收完了，然后都把它捡出来了，现在要收桌子上的。好，我现在收完东西了，给你们看一下衣服。这是我的衣柜，但是只有这，从这儿到这儿是我的空间。然后还没有仔细来得及仔细收，挂了几件在这儿，然后其他的衣服都放在抽屉里了。包挂在这边门后面这里。桌子现在还是很乱，但是乱中有序啦。就这边呢是我的化妆品，什么刷子什么的都摆在这里，管状的东西什么睫毛膏啊、眉笔啊。这个是我从英国带来的一个扩香，然后这个是 Zoella， 你看这里，这里有写的 Zoella， 然后他自己的牌子，这个香的名字叫 Lazy Days， 然后这个是我在 Superdrug 买的。这个扩香其实我当时买了3个，但是因为我的行李超重了，所以带不回来，现在只剩一个了。这个味道还蛮好闻的。这个小盘子里面呢，摆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一盘是香水，然后这个美妆蛋我买了一个那种
鸡蛋，就是那种不是鸡蛋，就是美妆蛋那个托的那个支架，但是还没送到这边，就是一些粉底液后面立着，然后一些唇膏什么的可以立起来的东西就放这里，然后这边就都是指甲类的，指甲油、指甲刀什么的，这个是卸甲水，然后这边这个化妆包里边装的是我一些化妆品、眼影、高光、腮红什么的。这一盘里面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这个盘子是我当时在法国买的，然后它是一个小托盘，是小王子的，我觉得特别好看。这差不多就是我桌子目前的状况。这幅画是我之前在伦敦的那个 Tate Britain 那个博物馆里面买的，我觉得当时我跟 Tiffany 一人买了一张，我觉得这个画超酷的，是一个裸男然后在游泳池边站着。这边还有一个小抽屉一样的这种盒子，这个是我当时在网上买的，我觉得这个盒子很好用，然后这一层就乱七八糟堆的是我所有的数据线还有充电器的插头什么的，上面这一层呢就是目前只放了一些眼影盘，我到时候可能会整理一些那里面桌子上的东西塞到这个小抽屉里。这个是 Muji 的那个面膜用的化妆棉，然后这个是墨镜。好，这就是我目前收的桌面上的状况，虽然还是很脏，但是我现在已经懒得再收了，现在已经11:20了，我要去准备去洗澡，然后明天再说吧，这些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啦。那我现在就准备去洗澡然后睡觉。对了，狗花卷现在是跟我爸妈睡，然后他晚上睡狗笼子，那我现在准备去洗澡然后睡觉咯，明天见了，拜拜。Just watch you do your thing, sipping on that pink champagne, yeah. Girl, go to work, dancing that oversized night.